我想我的腦很浪漫的，行為就不知道，我是很喜歡裸泳的我都幾似一隻野馬的，我老公呢他是駕馭得到我的，他拎著一支玫瑰花，然後進到我家見到我的成屋都是玫瑰花，我感覺到他是一個很真的人。鄭丹瑞、鄭維雅，斷姜野馬，李國康、吳賢軒， Home Sweet Home， 星期六晚9:30 Now 101台。